这里遗落了一批很珍贵的资源，它能给营地帮上大忙。我们需要找到更多的资源。劳大厅有个路标，先去查查有没有什么线索。 这个变异者生前是车站安保处的管理员，可这钥匙是开哪里的锁的呢？ 解讯号需要一定的时间，大家帮忙守住房间入口。
车站的中控室了，也许我们能找到更多物资的线索。这应该是车站士兵撤退时遗留下来的炸药。从日志来看，物资都在没开走的车厢里。我去检查一下火车里的东西。 要是每天都能按时洗个澡就好了。我们继续前进，另一节车厢应该也会有物资留下。
可以用中控室里捡到的炸药把四层的路障炸开撤退。